七月二十一，主耶稣的祈祷第一。马太福音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。恁祈祷的时阵，唔通亲像迄个假冒伪善的人，爱徛伫咧会堂内甲十字路口上祈祷，挑剔叫人看见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到了因的赏赐。恁祈祷的时阵，要入恁的厝内，关上门，祈祷你伫暗中的爸，你的爸伫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祈祷唔通亲像外邦人，用真侪重复的话，因以为话侪了必忘嘴听。你唔通效法因，因为恁无祈祷以前，恁所需要的，恁的爸早已经知影了。人生来就是爱甲人比较，少年的时阵比学历，青年的时阵比势力，成年的时阵比经历，老年的时阵只好比病历。信徒特别小心，唔通落伫咧安尼的试探圈内边，看什么人比较熟练。法利赛人就是落伫咧安尼爱比较中，欢喜伫私下上面比别人较疼心，伫敬价上比别人更加爱上帝，伫基督上比别人更加虔诚。因此，因徛伫咧会堂内甲十字路上，做真长甲重复的祈祷，挑剔叫人看见，为着要得到人的阿罗甲欣羡。主耶稣指责因是假冒伪善的人，因的动机唔对的，也未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固然因会得到人的欣羡，但因已经失去了上帝的赏赐。主耶稣无要人效法因的祈祷，主要人私下祈祷时，甲天父暗中交流，无需要夸张甲做戏，出于真心爱心的祈祷，必望上帝垂听。有一位财主知影伊的厝边生活困难，厝内欠少了米粮，安尼伊就召集了厝内的人，同齐为伊的厝边来祈祷。伫边头天真的细汉囝讲：“爸爸，何必安尼麻烦天父呢？人的厝内毋是真侪米粮吗？互因担保，毋是解决了问题吗？”亲爱弟兄姊妹，咱除了为阿爸信主的亲友祈祷以外，是毋是也应该有行动关心因心心灵的缺乏，将因带到主的面前呢？这时，咱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开声提名为阿爸信主的亲友来祈祷。咱三甲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无轻看人的外表虔诚，你搁较查看人内心的诚实。你知影阮的负担甲需要，这个时阵，阮要为阮的亲友来祈祷，求你予阮爱心、信心、实际的行动来关怀因的需要。当时阮要将因带到主你的面前，恳求圣灵来感动因的心，予因早日得到你的救恩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